Hocus Pocus. Bow, chi bow, bow, ch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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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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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w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C， 所以我就刚刚睡醒了，因为一直做那些东西，这个片，然后又一直整理那些歌那些东西啊，没有一天好好睡觉。我刚睡醒的样子，给我的老婆讲中，我好像流浪汉。所以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就是31号，对，31号。这次31号呢，就是跨年倒数一届2020，哎，也是老样子啦。每一个人倒数都是去看烟花啊，不然就是在酒吧倒数啊。我是很奇怪一样东西，圣诞节的时候已经倒数了，然后又到跨年的时候又要倒数，等于我们是要倒数两天。在酒吧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，只是要那个倒数的 moment 罢了。不过每个人倒数的时候呢，通常都是请你一起去倒数是最浪漫的，带他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去看烟花，不然就是一般朋友在跨年啊，全部倒数那一些，有些甚至会在家里准备第一炮。你们知道我说什么的？不过单身的朋友，你们跨年还是单身的话，你们真的是。我不讲你们了。大多数喝酒的人，他们跨年倒数的时候会做什么东西呢？就会准备那一些你们朋友生日，然后 pop 出来那个东西，过后就是全部人倒数，全部人拿电话出来照，然后全部来喊，只是做这些东西罢了咯，就没有什么特别了，就是只是这样子过罢了。所以今天我就会去哪里演出呢？就是在音吧，也是酒吧啦。他准备放一个舞台给我们，在外面通风，我们要在酒吧外面演出，可能会看到烟花了。一倒数的时候，应该是我看着烟花在那边打歌，哇，蛮浪漫一下的。所以这个音吧呢，算是在酒吧里面它是很不错的，也是很多人去，因为它是在2楼，也会看到那一些风景。就如果是说想轻轻松松很 relax 的喝酒的话呢，音吧是不错一下的。不过这次没有可能会给你们轻松的啦，因为我会炸到你们透不到气的。这次就不是我一个人去打歌，就是跟 Benji 两个人一起去。不过我最遗憾的就是我的老婆不要跟我去倒数，不要跟我一起去跨年。所以我先吃个东西，过后再打扮一下下，我就要去载我的女朋友，过后我再过去那一边哦。因为现在还很早，才4:30，所以等一下再讲吧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，记得订阅、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叮叮当当。所以我先去准备先了。Blue。2 hours later。OK， 现在我就已经打扮完了啦，就现在我就要去载我的女朋友，因为我每一天呢都会在6点前去载我女朋友，因为她现在放工了，每一次都是我去载。哇，这个男朋友是不是很好嘞？我很想问你们，你们有哪一个男朋友会每一次这样子载你们放工还有去做工的嘞？如果是有的话，你们下面留言啦，证明你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。你们有我这样子真的是很好了。So， 等一下我载了他过后，我就会带他去吃东西，吃了东西过后我才过去那个酒吧那里，就开始 set up 我的东西，过后我才开始演出哦。你看我有一个法力的，你看那个灯，它现在是很暗的，等一下我可以弄它变到更光。哎，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嘞？嘿嘿嘿嘿。哎呀 ，OK， 现在我就到了我女朋友做工的地方了，现在我就要去接她喽。现在，啊，你跨年去哪里？有伴吗？有了。有啊，开心吗？爽啦！爽啦！2010第一炮啦！你有拉撒？OK， 我女朋友她要去吃那个纳西冷吗？不是女朋友。哦，是老婆，我没说讲错。
现在我就等这个打包了，因为这个拿西罗马真的是很不错一下的，加上它的那个鸡肉哦，我人生中在每一个妈妈啊，还是吃拿西罗马都没有吃过它酱好吃的这个鸡肉，因为它这个鸡肉真的是 crack 这样子的，所以我现在打包先啦，等一下搞定了过后我再跟你们讲吧。OK， 拿的。哎呀，老婆啊。我老婆会幸福。幸福，难道老婆喜欢老公的幸福？今天倒数，我们做幸福，不错吗？投入一点吗？三二一，啊！干嘛拍老公弟弟？他没有站起来吗？这样子都会站起来的话，老公真的是很悲哀。你不是站起来吗？那个是睡觉，睡觉起来才会站起来的。哎呦，突然间我们走路啊。在家里的私生活已经没有了。圣诞节讲老公是流浪汉，现在讲老公脱光光在家里。你不要让我会用这个 cam 啦哈，跟睡觉啊、放屁啊，所以一直 stand by 在我房间跟你放屁。我突然间走走的屁出来，自己睡觉这样斯文哦，弟弟睡觉这样粗鲁，被你来一家杀害。看到我要拍老婆了哦，没有拍老婆真的是讲话很厉害哦，一上那镜整个人出神又出神，太激不敢讲话。现在拍老公一个人的时候，嚯！叫什么喂喂喂喂！老婆真的不要跟老公去跨年呗。不要啦，每天睡两个小时很累啊。真的不要咩？老公不想一个人跨年呢。你有登记吗？今年的倒数，老婆回不去。周公找我了。跟周公倒数啊！我的棋还没有下完呢，一个小时不够下。拜拜，拜拜，老婆，新年快乐，明年见。OK， 我就载了我女朋友回家了，现在我就要准备过去那一边。她真的是不要跟我一起跨年，有点心酸。不过我也是想到她这样子也是为我好了，因为那酒吧她是特地摆那个 DJ 台出来在外面给我打歌的，加上她又不知道要站哪里或者坐哪里，怕她会很累，也算很体谅我了。是有点感动了，加上我也不想我的老婆这样累。OK， 我现在就要过去了，因为现在都已经七点了，过到去那边应该是八点多至九点了。因为我怕我赶不及打歌，我十点半就要开始打歌了。So， 话不多说，我去到那边我再拍给你们看哦。哇，这两栋东西蛮漂亮一下的哦，它是什么来的呢？它是总统头房还是白美罢了？ OK， 这里好像蛮漂亮一下的哦。parking 场在哪里都不知道耶。 OK， 现在我就到了这里啦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 park 去哪里， so 现在我就要准备下车啦，上到去我再拍那些它的环境怎样啦，应该会好过上一次的。这里啦，就今天真的是很多人，弄到我有点小小的紧张，我很怕今天会很穷，知道吗？加上他们的美女全部放完我跟 Benji 的那个图片下去，弄到我好像很出名那样，好像大牌样子，弄到我有点尴尬。如果他不这样子做的话，我都不会那么紧张。他们弄到这样子的话，汗都出来了啊，弄到我整身热流呢，也蛮不错啦，他们都安排到这样的东西给我，我也蛮感动一下啦，谢谢你哦，一八。话不多说了，我要先冷静一下，去稍微安排我所有东西过后，我再开始演出喽。因为我是十点半开始演出的，现在就差不多十点了啦，我先准备先喽。
次已经完了啦，现在都已经三点了啦，回家睡啊！你也还不捏回家睡啊？回家跟女朋友2020的，我的女朋友不在，她在不耐，她在不耐，哎呦，你别逼啊，你别逼啊！我们已经就这样子结束了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人记得订阅分享留言按赞，然后这里是的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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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这里记得这里是编辑的 IG 记得订阅他哦，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. See you. Good night. Bye.